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，谁来说？我来说，我家人很多。你家有多少人？12个人，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伯伯、叔叔、姑姑。还有大哥、大嫂、二哥、妹妹和我，他们都工作吗？祖父、祖母年纪都很大，他们不工作。我父亲是公司的经理。母亲是会计。伯伯、叔叔都是律师。姑姑是中学教师，大哥是医生，大嫂是护士，二哥是工程师。他们工作都很忙，妹妹和我都在大学学习。我说，我家只有3口人，妈妈、卡莉和我。你妈妈做什么工作？我妈妈是小学教师，她身体不太好。哪里？No？卡里是我家的一只小狗啊！